点咳嗽肿胀病。今天越来越扯了，原因是因为我被分配到 CH8。CH8，而且一下子就冲一堆人进来，木星导游先喽，正龙龙您好，还有谁？啊？怎么办啊？大爆满呢！哇塞，怎么一下冲这么多人进来啊？这现在广场越来越多人了。那一个分流15个人的话，那如果10个分流的话，不就100多个？哎呀呀，他有这个雕像，我超级想这个雕像的。这个很像还没讲。这装饰品不多哎。想误会一直孤单，就这么然后收一下信。然后我讲一下，超强，我们先介绍一个装饰品，樱花为礼好了。等我一下，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樱花天灯，然后樱花盆栽，这三个都先给你们看一下。樱花大地游泳池树灯，这些灯都给你们看一下哦，因为我已经有点乱了。